这个活动呢，这是我们刚好昨天就是分享，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这次啊，因为我家的那个电费的部分就是有用那个 PB 来全部抵掉，大概抵了4000块，所以我爸我妈妈就非常开心，就是说哎呦那厉害啦，哦这是什么东西，那我可能这都没老钱，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就是因为我用拍钱包信用卡来揪团，然后有揪到一些朋友这样子，对，然后我妈就说哦这才是这才是啊雄厚啊这样子，你知道，他就说做人要云水思源嘛，所以我就决定说哎把那些剩余的大概还有1万出头点的这个点数，就是哎来换一个商品给大家，对，那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我看那个大家的讨论应该是比较喜欢 iPad 对不对，对，那、啊、怎么都没有就是喜欢 Switch 的人反而是比较少了、啊，对，那大家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一点想法，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会比较喜欢 iPad， 是因为 iPad 它是比较多功能吗，还是怎么样， PB 不够的金额是用信用卡刷没有错，如果比如说你的 PB 有500点对不对，那你的电费是1000块钱，那它这样子相抵之下你就是要再利用信用卡来缴500块这样子，对，你爱三星杨慧萱，好像我这边没有三星的产品、欸、比如说是你想要的是三星的手机吗，也许我在下一次的酬宾回馈活动就可以选择就是三星的产品来送大家啦，对啊、哦、这个 iPad 的部分基本上它的价格是10900、哦、是比较高的，那这个的话大概是9700多、哦、比较少， Switch 太窄了，吕嘉伦怎么会，其实 Switch 好像还蛮好玩的、欸、就是像我弟弟他有一次他来台北玩，然后去找我侄女，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玩玩那个什么太古达人，在那边咚咚咚、哦、就玩半天就很开心这样子，我自己看一看我都觉得哎、欸，其实我也有点想要一台这样子来玩，对啊，但是就是母命难违，我妈妈说要回馈给大家，所以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来回馈给大家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会在2月28号就是2周后的直播，就是把这个得主呢把它抽出来，好，那我会在 PC 用上面下单之后就请那个 PC 用直接寄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好，这样就不会经过我的手了，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从2月1号到2月28号如果我们这一团、哦、我自己这一团有超过100人的话，那我一样在3月份会再抽出一个 Switch 送大家、哦、这样就是皆大欢喜，就是2月份有人拿到3月份有人拿到大家都有机会这样子，好不好，那就是请大家就是多多加油，如果你还没有拍卡的、哦、就是赶快来办一张，然后来参加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四色战队的这个活动啊，如果你已经有拍卡的而且跟上我这一团的，那你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说不定有机会就把这个 iPad 带回去了，好，那这 iPad 你也可以把它卖掉或者把它自己留下用都很棒，对，都不错这样子，对，好，钟正宏两个都有兴趣很难选，所以说要满足大家的愿望就是这个月送 iPad 然后下个月再送那个 Switch 给大家，好，就是 Nokolin 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再来桃城彩屋，第三是华南银行，华南银行其实在去年是第5名对不对，所以我也很期待说他到底在今年有没有就是让大家就是非常的期待说他到底有没有往上就是名次提升、哦、对，等一下我又跟大家分享说到底哪些银行是名次下降，哪些银行是名次提升、哦、这个是那个这些各家银行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哦、其实是每年都会改变这样子，对，好，鼓励景太棒了吧，对啊，所以请大家就是一定要赶快支持宝可梦、哦、尽量都从这边来、哦、如果您有就是多多开户办卡从我这边来的话，我有能力我一定赶快回馈给大家、哦、就是说我当然不可能就是全部都回馈给大家，但是至少我会拿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拿出来办活动再给大家这样子，那其实也有人在那个贴文下面呛我说你为什么不给现金，那很简单嘛，因为玉山他给我的就是 PB， 那他给我 PB 我只能够想办法就是把 PB 换成大家比较喜欢的商品给你们，那当然我也可以就是把它换成商品我自己卖掉嘛，那卖掉就变现金可以做更多运用，但我觉得其实送这些高价的奖品也不错，而且它是厂商直接就是送到你家也不经过我的手，所以你拿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产品，那你再把它拿去卖掉或者是自用都很 OK 啊，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相对而言因为 PB 可以拿来折抵 PC Home 24小时的东西我觉得很方便，那我就可以下单买大家想要的东西然后分给大家就好了，这对我来说是很不错的做法这样。